专业家用主机的玩家们，就过来就过来。不知道各位玩家是不是有在玩 CS 呢？那是不是也跟宝儿一样，都是用键盘滑鼠来玩 FPS 呢？现在如果突然要你用 PS3 或 PS4 来玩射击游戏，根本瞄不准啊！好险现在市面上有一款由 Holy 所推出的键盘滑鼠组来供玩家们选择，现在呢也推出了第四代针对 PS4 来设计的哦。但是真的有这么好用吗？就赶快来看看我们的详细报道吧。大家还记得 PS3 时代曾经轰动游戏界的键盘滑鼠组 Tactical Assault Commander 3吗？刚推出时号称能解决不习惯用手把游玩 FPS 游戏玩家的困扰，但实际上运用在 PS3 主机上时，却因为不能针对个别游戏优化调节灵敏度，支援的游戏也不多，在发售后负评不断，台湾地区的店家更是不敢贸然大量进货。而现在针对次世代主机的键盘滑鼠组又要推出啦，当然这次也是由同一家副厂的周边厂商推出，硬体各方面都比三代更精准更优化，但在软体方面尚未公布任何相关资讯。 Tactical Assault Commander 4将在今年秋季推出，目前在购物网站亚马逊上开放预购，未来玩家接上 PS4 主机后有没有对应的调整界面或是针对个别游戏的优化，就有待玩家们用荷包去试试水温咯。